主料：豆渣250克，面粉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黑芝麻、鸡蛋一个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榨豆浆，剩下的豆渣面粉中加入豆渣，加入鸡蛋和一点盐巴，放入黑芝麻，加水搅拌，锅里放油烧热，搅拌好的豆渣面煎熟就好。切块，烹饪技巧，这个简单估计大家都会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